起火在机车上是不能用手机的，是吗？当然不能用手机啊、哦、你在操控机车哎、欸哦。我没有，我熄火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坐在机车上干嘛？我坐在机车上干嘛？你问我坐在机车上干嘛？你坐在机车上干嘛？我不能坐，你拦截我，你说我滑手机，我说好 ，OK。啊，我现在熄火，我拿着手机，你说你要连续举报我，是吗？现在在操控机车，你是不是说你现在操控机车？我操控什么？我这样怎么操控？在机车上，我这样怎么操控？这样有这么好变的呢？不是我怎么操控？我现在怎么操控？来，我你是不是坐在机车上？车子有没有？我没有在动啊。你为什么没有在动？没有啊。我这样打过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推我的车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推我的车？推你的车？啊，你是不是坐在机车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来，我都有录到哦。你凭什么这样推我的车？你为什么坐在机车？提告什么？我要提告，我要提告你伤害之类的。你推我，伤害，对你推我，伤害，你推我，我推你什么？你刚刚推我的车，我推你什么？我有叫你下机车，你不下机车？我没有不下，我哎、欸，我熄火、欸，你下到哪里？我直接熄火、欸，哎，我完全没有熄火是很厉害吗？我直接熄火，我完全没有可以移动的能力、欸你。你去申诉，你去申诉。没有，我现在要提告，我要提告。